好，我是吴安。明天六月五号的星座运势到底如何？赶快来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运势非常旺盛，在这边要恭喜你了。首先要恭喜金牛座的朋友，桃花运大增，而且工作财运都很不错哦。处女座朋友也不赖，在工作场上表现也是令人相当欣赏。而至于巨蟹座朋友，更是好运当头，很多的财运呢都会滚滚而来。不过三星座运势弱一点，在这边留心了。牡羊座朋友要特别小心，容易有大破财、开销过多的倾向。狮子座朋友要特别注意，在感情上容易被人横刀夺爱。而处女座朋友更是要小心，在工作场上很多的细节一定要更加仔细的听清楚哦。因为不同星座幸运数字和颜色在那边提醒你，火象朋友是灰色系，最佳数是9；土象朋友是咖啡色系，最佳数是8；风象朋友是绿色系，最佳数是3；水象星座朋友是金色系，最佳幸运数字是7哦。